月十五日 ，Angelababy 杨颖的经纪人 Kimi 在社交网宣布，梁洛施将会加盟旗下。他说，多年后再次合作，期待新开始，一起加油。据悉，梁洛施简直就是娱乐圈的神话，13岁出道，20岁当妈妈，为香港首富李嘉诚次子李泽生下3个儿子，22岁与李泽楷分手。独自带着3个儿子在加拿大生活，然后29岁又复出拍戏了。今年李嘉诚宣布退休，港媒指他希望见到3个孙子，于是梁洛施带着3个儿子回到香港生活，孩子上传统小学，而他也有了新恋情，与一名中年男子亲密约会。29岁，很多女明星连结婚对象都没有，梁洛施已经完成生育任务，3个孩子上小学，而他就在这个时候准备复出娱乐圈。现在的梁洛施有钱的时候拍戏算是兴趣吧。接受港媒采访的时候 ，Kimi 解释他是以个人名义与梁洛施合作。梁洛施有自己的工作室，并不会协议到 Kimi 的公司。 Kimi 还透露，接下来梁洛施会有拍摄计划，他的新作品很快就能够跟大家见面。